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，今天来开箱净水龙头。我们先看它的外盒，一般的纸盒。好，然后打开喽。售后服务说明书。然后詹姆士家的呢 ，RO 机呢是两分管的，所以我是选择了两分的接头，就是快速接头。有一个螺母 ，Orin。垫片，金属垫片，还有这个是塑胶的垫片，止水垫片，是零件包里面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净水龙头本身，它这边还有一个这种袋子保护者。我们是买的呢是不锈钢的净水龙头，那这个它主要的卖点呢是号称这边可以把它拆起来。清洗，可以抽出来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止水的塑胶，上面是出水口。把手好，这是它的 LF， 然后标检局的字号，还有一个 PAT， 应该是它的专利字号吧。好，下面是螺杆。好，这个快速接头直接把它锁上去。它里面是有一个很像透明的垫片，止水垫片。所以你把它锁紧就好了，不用吹太紧，以免那止水垫片破掉变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另一端呢是快速接头，两分管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安装的时候呢，我看到这边有一个 Orin 呢，这个是先上去，然后放到这个它的凹槽里面，这样子，然后再插进你桌面的开孔。那开孔下面呢，再连接一个垫片，再才是金属垫片，这样子，然后再上我们的螺母，把它锁紧。好，锁紧之后再这一个快速接头上去，顺序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它如果安装好之后呢，这个向上呢是止水，然后往这边呢是开水，这边可以调整水量，这边是最大90度的话是最大，然后往上这样是完全止水。那整体质感呢，詹姆士这样摸起来还觉得蛮不错的，这个是全不锈钢的。那预备呢，如果那个詹姆士的主机呢是不能用的话呢，可能就把它改成这种净水的龙头，直接出水，就是不要透过主机来出水。那主机呢也用蛮久的。好，那它的上面这个是可以360度旋转的，360度旋转的可以调整任何方向。OK， 那今天先把它开箱起来，然后等如果这个主题真的不行呢，詹姆士就把这个拿出来安装了。好，我是詹姆士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